乐公司 King Kong by Starship po 文表示，将集结旗下五位男演员，包括宋承宪、李栋旭、刘演锡、李光洙、金范，在14日举办联合线上见面会。为了报答一直以来给予许多关爱和支持的粉丝，更希望能在因为疫情而难以沟通的时期，借由这次机会带给大家一些力量，传递快乐。在见面会上，五位演员将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特别火花，还透露了会有惊喜舞台等等。而公开的海报中，五位演员摆出各种姿势注视着镜头，却有网友爆笑指出，看来光洙又要被 Running Man 成员打揶揄一番啦。跟赵寅成、宋仲基等大咖演员关系都很好的光洙，平常就常常被成员们笑说要他快点放弃演员头衔，认证自己是谐星。有在戏甚至还会叫他快点缴交谐星会费，每次都把光洙逗得超无奈。不知道成员们看到光洙这次要开演员见面会的消息后，会有什么反应啊？